Peggy 18。嘿，你真是又扎心又可以放来的 Studio。Shit， 专业微视录 Walking Dead。Lily， 下车。Come back here, you crazy bitch！ 真是够了。上集 episode 的时候， Fuck， 结尾的时候 ，Lily 把我们的 RV 给偷走了。我刚刚差点讲成 LV。Lily 偷 LV 做什么？我们的 RV 就这样被偷走了。She's gone. We're fucked. 我觉得我们完了。We're fucked. Yeah, we are. 至少我们还有火车了。Maybe. 至少我们还有火车，我们可以开火车去追 RV。Well, we're fucked if we don't figure out how this thing works. Can't spend the night out here. Duck 必须找到医生，虽然不知道找到医生能不能有用。We need to get to the city, the coast. 虽然带到城市里面，会不会因为大家害怕，就是他已经被咬了，所以不让他进来，这也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到底该去哪里？我们身上有的是一支铅笔跟一个金属片，这是什么？哦，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货物的东西啊？我们到，我记得在就是车子的左边还是右边，我们没有上去过，对不对？直接从左边这边下来，也许能够找得到些什么东西。没有吗？都没有东西，是不是？哦，可以爬上去，我们爬上去好了。哦 ，shit， broken， 这个应该是那个啦，就是卡榫。这个是，哦，它的后半部被卡住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让这台车运作的话，这台火车运作的话，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给弄起来。There's gotta be a better way to do. 当然要用工具试试看，我们用工具试试看好了。没有办法吗 ？I can definitely pry this thing free if I can break it loose first. 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让它运作。我们到去问一下 Kenny 有什么意见好了，看一下他，也许他有什么办法能够把这台火车给弄开。我们的 group 越来越少人嘞，只剩下 Kenny 一家人，再加上 Clementine 还有 Ben 而已了，连 Lily 都走了。我们去看一下 Kenny 在干嘛。Kenny， 这边还是只有 Clementine 跟 Ben 在这边而已。Hey, sweet pea, you okay out here? 甜豆，看样子他很担心 Doc 的样子。Me neither. 感觉不怎么舒服的样子。Ben 有什么好主意吗 ？Have you heard or seen anything out here? No sign of whatever lives in the train. Keep it down. I don't want you scaring the kids. 所以他还是在这边，他还是没有去巡逻是吗？跟 Karcha 说一下话。Doc 怎么样？看样子应该是不怎么舒服。Tired, which could mean a lot of things, right? Yeah. 这上次好像已经说过了。Body's probably fighting whatever's in it. 有吗？ Exactly. 我怎么印象中好像有？关于 RV 的事情，我非常抱歉。Oh, sorry about the RV. I'm worried. We're really on our own out here now.那时候他手明明是被铐起来的，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他可以一瞬间那个就不见了？还是他是装的？他其实早有预谋是吗 ？Clementine 有说什么东西吗 ？Clementine said anything to you about Carly or Duck or anything? Carly 都已经走了。哦不 ，Carly 已经挂了，不是跑走的，跑走的那是 Lily。No, that little girl is a puzzle. Yeah, she is. Poor Carly.God, where did yesterday go? 我想起来了，这个对话我们好像上次已经对话过了。I don't know. Are you okay? 没事。I know you were fond of her. 我以前是。This isn't any time for, you know, romance, but yeah, I was fond of her. Yeah. 坦白诉说。Anyway, let me know if anything changes here. Is Ken all right? What is he doing? He's put his mind to figuring out the train.What about you? Same thing, sort of. I found some instructions, but I can't read them. Oh, 我们刚刚有找到一支铅笔， well, sure、应该能够把它素描出来，就是把笔拿着斜斜的。
然后在上面横着一笔一笔画上去，应该是能够就是看到之前写的字迹。不过这样读起来也太辛苦了吧？我们到确认上面看一下好了，有办法从这边上去吗？可以。哦，这个玻璃上面有一滩血迹，不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Candy 在里面吗？在里面。也许我们能够用铅笔把它画上去。Perfect. 太快了吧 ！Read it now. Yeah, should be able to just follow the steps to get the engine on. Sounds good. 谁看得懂啊？这是什么意思？什么二吗？这是2590。完了，完全看不懂上面写什么。应该是这个对吧？我必须再看一下，我该怎么再看一次那个笔记本？不会不能看了吧？哦，可以，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行是什么意思？六是不是？然后左下角，左下角，上面，上面。OK， 我们试试看，也只能这样了。按错了，是这个。左下角，左下角，上面。下面上下上是这样吗？我们看一下，等等，哦，两个都是上，是不是？好，我知道了。哦，按错了，这控制实在是有点难控制。这边应该是两个都是上。哦 ，Son of a bitch! Whatever you did, lit the dash up. So far, so good. 干嘛骂我？看起来不错哦。至少它亮了。我们看一下第二步是什么。第二步是五的按钮，一个是横的，一个是直的。五的按钮，一个是横的，一个是直的。一个是横的，一个是直的。Now we're talking。哦，感觉越来越好喽。我们再看一下，接下来是九的按钮，要把按钮往左边转，是不是？OK， 9的按钮，按钮往左边转。9在，奇怪，我怎么没有看到9？哎，还是那个是7啊？那个明明是9啊。9的按钮往左边转，右边转，一个是8，一个是……我不明白。也许哦，也许在另外一边是吗？哦，不是不是，我不想出去。也许我能够打开这个东西，是不是？没有办法吗？哎，所以呢？还有别的引擎的东西吗？控制台。哦，也许是外面的按钮。哦，怎么一阵小累？好多了。也许是这里的某一个部分，应该是这个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哦，九果然是在这里，九应该是往左转的样子，是不是？对，往左边转，有了。接下来我们要找到这个是多少？八吗？还是七？还是零？的按钮到底在哪里？也许在火车里面。也许，一切都只是也许。我实在看不懂那个数字是写什么，还是是在这个仪表上面。We got a problem. What? We still got the rest of the train attached to us back there. Oh, 就是后面那个部分。I tried to pin out, but it won't budge.Well, we ain't going anywhere until it does. 那你也可以帮我们想个办法。接下来是这里的，是八吗？还是七？糟了，有个按钮我们不知道在哪里。是零吗？到目前为止，我就有看到这些按钮啊。哼，也许在外面，也不一定。我们去外面看一下好了。
哦，这个门每次都这样突然关起来，然后我上次就在这边被这个僵尸吓到。这是什么梯子？哦，牛奶捕手 ，milk catcher。Pretty good shape for a wreck。什么意思啊？牛奶捕手。哦，也许是在另外一侧，是不是？还是哦，我突然想起来了，放工具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东西可以？是不是有东西可以转动它？我们去看一下好了，也许可以哦。打开它，有任何可以转动的地方吗？没有，只有两个东西。又或许是这个转完左边之后要往右边转，有没有可能？我们试试看。往右边转。果然成功了。这谁会知道啊？是的，我们就是。Golden. Feels good. Let's fucking enjoy this. 是我们要开火车了吗 ？Mom, let's see if she'll move. Yes. 该是开火车的时候了。该是去追 Lily 的时候了。It's all yours. 所以我们要。Damn it! 卡住了，对吼。Of course, we're still attached. Can you go find out where we're stuck? 应该说我们还是被就是连在一起的。Yeah. 他为什么就坐在这里，什么事都没有做，而是我跑去后面看一些帮他解决一些事情。每次都是这样。所以我到底该对那个东西做些什么事，才能让他就是打开它？我们在后面看一下好了，也许刚刚火车动了一下，让它稍微松了一点。大概，我猜了。有比较松一点的吗？呵，起来了。果然。Hey Kenny, we're loose。所以我们可以开始，就是可以开始开火车了吗？终于。摆脱掉后面那一整节了。OK， 这一节 episode 差不多 end out 这。如果喜欢影片的话，记得点左下角；如果喜欢，在左上角订阅，随时订阅影片频道，随时跟踪影片动态。我们下一节 episode 再见喽 ，See you guys， 拜拜。